噔噔噔噔 ，Jacques Bon Sergent。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温蒂蒂温蒂频道，我是温蒂。我现在人呢就在 Jacques Bon Sergent 五号线这一站。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去吃一家基本上来过巴黎的人应该都会知道的面包店，它就叫做 Du Pain ABC Day。应该很多朋友都来吃过吧？那当然，今天除了要带大家去吃这家面包店以外呢，其实这边有个小秘密要告诉大家，就是我在巴黎留学的六年期间，有三年半的时间也是住在这一站，这一站也算是我的生活区域啦。我就想说，今天除了来带大家去吃面包以外，当然也要来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附近的环境喽。那我这就开始介绍喽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条往那边走？其实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之前不是有在一集说我的那个手机什么不见了吗？其实就是在这一站附近。那其实说老实话，这边的治安不是太好。那为什么我当初没有搬家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市中心，很方便。怎么说呢？往前走就是巴黎的火车站东站。那如果再往前走一点的话呢，就走到了巴黎北站。我现在带大家去看看我住的地方是哪里好了。左前方有个 Juice Bar，Juice Bar 那时候在中午的时候，或者是假日的时候，人都超多的。等等等，我的那个急救家快要到了，这里就是自助洗衣店，看里面就长这样。继续往前走，噔噔噔噔，我的那个救家到了，旁边就是修车厂。现在好像已经关门了。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右边？哇！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好了，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景点，这是纯粹是这条小路的旁边一条小巷子。那时候就是跟这边照相，这样当做我的那个音乐海报的封面。这应该也算是私房景点吧。如果大家不知道去哪里拍外拍的话，这道墙真的蛮漂亮的。我们往前走。然后等一下右转，再左转就会走到那个 Du Pain ABC Day 了。好像快下雨了，江江江江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到了 Du Pain ABC Day。其实我们往这条路往前走的话，我们就会走到圣马丁运河了。很多人都会带东西去那边 picnic 啊、野餐、吃东西、聊天这样。所以我打算等一下买完里面的面包，然后带大家一起去河边享受我们的美食喽。Du Pain ABC Day 它是2002年开的，所以是15年前开了之后呢，在2008年的时候获得了非常出名的 Golden Bio 巴黎最佳烘焙师的这个奖项，法文就是 Meilleur Boulanger de Paris。好像下雨了，那我们就赶快进去看看喽 ，Go！下雨耶，我们还是在这里吃好了。哎呀，太热了！我今天买了四个，其实应该吃不完啦，但大概吃给大家看一下，到底它的面包到底长怎样。那个是 chocolate 的，就是巧克力可颂面包。噔噔噔噔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。里面巧克力，非常的酥诶，千层的味道，超好吃的。第二项呢，就是它的邦迪扎米，其实长这样，我是买1/4哦。他可能在挑给你的时候，直接问你说，哦，这块可以吗？你觉得这个块大小 OK 吗？都是一样的价格。它外面焦焦的，我觉得比起一般的巴克它更有 Q 度。一般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，我觉得一定不要错过这个。好，那第三个，叫叫叫叫 ，Show some gum， 就是苹果香颂面包。我
觉得刚咬下去就马上感觉到那个苹果的味道，然后吃起来也是很千层，里面都是苹果泥，而且它那个苹果泥啊，里面有一点点酸酸的，蛮特别的，好好吃哦。那现在来看最后一个，讲，也是他这家店非常热卖的 escargot。我今天买的口味也是非常热卖的一个口味，叫做chocolate pistache。好了，我要来试吃喽。嗯，很有杏仁味，跟那个什么巧克力一样，都是很虔诚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喽。刚刚在那四样，大家最喜欢哪一项呢？来过这家的朋友们，也可以在底下跟我分享你来这家的经验和感想喽。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给我喜欢，然后把影片分享出去。还没有订阅 WTB 的，记得订阅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次影片喽。那我们就很快的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雨停了。